是刚完列车长的112年五月九号。百福站，百福站9:25出发就是有列车了。那有列车长要进站，然后再等一下113的来就进站。来了，113是北邮八车厢延行港瑞邦的 N 绿色，微笑下面的就买行了。901车往区间车哎，对，今天是单杠901车往区间的，113是今天是901车往区间的单杠跑班了，开往瑞邦。有权的百度发射专员现在有雷锋全额积分5月29号、开启车门，好，各位民众们，136是在百福站各位民众们，然后准备驶离，9:28五月九号。拜拜，再见哦。